我们重新做一下表述方案。周总，重新打印一份来得及，重做是真来不及了。而且魏总是 ONT 项目招标委员会的主任，方案是你烧的，要重做得需要他签字才可以。你们都这意思吗？ 好，你们出去吧。哎，刘工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是这样的，在 ONT 这个项目价格谈判之前，我想要一个明确的 单舱分拣的效率在1万以上的保证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就是过度承诺。骆总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比如一个人经常长跑，每次都按单位时间跑5公里，突然有一天在同样的时间跑了6公里，心肺应该可以承受。我觉得这个不能算过度承诺。哎，那但是也不代表完全没有风险，是吧？所以得抓紧组织测试啊。 行，那你赶快去准备。行，我来走流程。好。嗯。嘿。哦。哥们儿，我今年第一次看到上午的太阳。测试结果，我们比会刚好。你运气好，我要的是结果好。哎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帮我模拟做一个单舱的分拣率的上限，需要任何的技术参数，我叫技术不要。我只需要 WiFi 密码。 你是按标准件算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大夏窗暖，甚至一行件。 我是按照最大难度计算的。好。10063。 机房处理器高温烧毁，分解机器人系统混乱，砰！世界末日。你都吃了吧。 没回去啊？我在重做 ONT 的招标方案。外边那么多人，怎么不够？第一，他们不想被我用；第二，我也不想用他们。你真当自己这三头六臂啊，师傅？ 我能从华东调人过来吗？不行。
华东的人有华东的事儿，把人调过来，项目上的业绩怎么算？提成怎么算？其实我们公司的技术分，如果能打了90分的话，惠康最多也就75分。在技术上，我挺有信心把这个项目争取过来，但是要争取这个项目，咱们就得重新做方案吧。方案是你烧的吧？后果当然你自己承担。这个我真没法帮你，师傅。那就能不能允许按我自己的方式来了？怎么样？我什么时候过去？曾总死活没同意啊！一份标书而已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技术部分已经解决了，价格部分你得帮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盯着，盯着。没问题。是不是到了北京，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休假了。那就开火吧。来吧。走。周总找我，我不管魏总怎么跟你们交代 ，ONT 这个项目是你跟的，所以现在我需要一个你的态度。哦，不是，不是对我的态度，是对这个项目的态度。我能有什么态度？一，留下来，跟我们一起重新商量这只商务标的总价；二，出门离开。这就是我们的报价？不是，1.68亿，我猜啊，是惠康的第一轮报价，但绝不是他们的底盘报价。1.67亿，是他们第二轮入场的厂标价。所以1.65亿就是惠康的底价，那我们只要低于这个价钱就能中标。那就要看骆总会不会杀红眼了。周总，如果杀红眼，双方可就都没什么利润空间了。严璐，帮我算一下，我们的底价到底能报多少 ？ONT 公司采购部门给出的预算是1.69亿，我们第一轮报价1.68亿，底价不能低于1.65亿。你就给我400万的弹性空间，你让我怎么谈？控制在1.65亿，我们才能保证有利润呀。哦，是这样的。我们一一分析了其他五家公司的利润弹性空间，还有一个保守的。我不听其他公司的，说捷克。哦，捷克的资产负债率高，同时他们的进货价也高，所以他们的报价一定会比我们公司。不一定。他们的技术分可是远远领先于我们的。虽然银行负债高，但是没有不良资产，所以他们最后的报价可能跟我们的底价是相近的。为了保证利润，我们的底价1.66亿。我只要500万的权限。骆总，您要的权限我们市场部担不起。如果我必须要呢？那就只好麻烦骆总您亲自去请示一下林总。对不起，骆总，林总不在。要不，您直接跟陈总张嘴。把利润不能再低了。我一直很好奇，据说你在华东就没输过。
真的吗？当然是我，没有输怎么赢呢？那你怎么看待输赢呢？那要看你搏什么了，搏客户，还是搏对手？那你打算这次是搏杜恒，还是搏洛嘉？嗯？我还真没想好。没空。那你定地方啊？不定。给个机会道歉呗。再说吧。约了人啊？您怎么看出来了？眼睛是心灵的判断。把你关在杂物间，不算我欠你的，我现在还你。我把我的报价，我的报价呀，写在我的手心里。我们小手是赌徒，要赌一把吗？做还是有？从来不赌，手拿把攥的事儿，我为什么要赌？我没开玩笑，你要是不猜，没机会了。五、三，你这种道歉的方式显得太不真诚了。三，但你这个毒瘾也太大了吧？二，可以，我不猜。干杯！耶。你说我这个人吧，我约你，我是真的想跟你道歉的，真的。重做标书很累吧？怎么有时间想起来约我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在重做标书？不重做你烧它干什么？走了。哎。听我一句劝，低价竞争，行业垃圾。加十分。
给我再来一杯。哎，给我再来一杯，谢谢。我还低估了你的无聊。骆总，如果你需要周瑞的报价，我能拿到。不需要。周瑞可是对你手下留情，没有穷追猛打，跟他比起来，你差了太多。我有我的苦衷。苦衷？在我看来，过度承诺要比地价竞争严重的多。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养成习惯了是吧？你转行吧，再想在销售行业里混不太可能了。周瑞从来不会报让公司没有利润的报价，只要你低过地价，他就会放弃。我会在商务标之前拿到杰克的报价。这么快就谈崩了？姐，快坐。别谈崩了还惨。人家压根儿不跟你谈。乐嘉是我见过的最不一样的女销售。怎么不一样？我担心你会输得很惨。嗯，没问题。我说的是感情。感情？我们做销售的都不是正常人。我跟他这种级别的销售只会谈买卖，不谈感情。喂，赵总，能帮我做件事吗？您说，一百件就行。这两天你帮我盯着洛江，会看到洛江，看看他跟什么人见面，拍下来，行吗？赵总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很难是吧？难倒不难，还挺刺激的。那第一时间你拍好了发给我。不见到。这件事儿只有你跟我知道。明白。那我教你一招。啊。销售必备的技能之一，蹲点儿。明白。陈总，哎呦，惠康的骆总又见面了啊！是啊，又见面了。我正想找您呢，
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单仓分点的效率问题。啊，好，你去车里等我。好。哦，您这马上要出去？一会儿有个会。哦，那我先把邮件发到您手机上，您抽空看一下。等您看完会，我再给您详细介绍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您先忙。回见，骆总。回见。这个人您认识吗？招投票评委池里的钱总。他在招投票委员会什么地位啊？他也是技术出身，哦，很有些话语权。哎，你要把他拿下。现在拿谁都来不及了。但是我跟您汇报一下，如果这次惠康在技术分上面超过了80分，我担心最后又是价低那一方得。临危受命，尽力而为。嗯，啊，对了，魏延回来了，你们没见面。ONT 投票结束，我约他。周总。嗯，什么事？魏总提前回来了，我跟您说一下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？我以为你想知道的。你以为？你凭什么以为？那我走了，周总。啊。9点，老地方。不去。骗你的。去。钱总。嗯。邮件的内容都看了吧？看过了。我知道，在技术专家眼里，我们的单仓分拣率优势还不明显。但我还是想来争取你这关键的一票。实话跟您说吧，我就是想。我听懂了。可你应该知道田忌赛马是怎么赢的吧？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，钱总？我们惠康不一定非要跟对手在一条跑道上去争胜负，您说对吗？按照行业规矩，我只能对你的问题不置可否。喂喂，方卫。哎，周总，那个公司的打印机怎么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打不出来了，是墨盒还是硒鼓没了？我马上就过来。啊？周总，你怎么没回家呀？啊，回家也睡不着。
好了。帮我盯盯，我出去一趟。啊，好。明天一早开标，喝这么烈的酒啊？习惯了。好，给你。我劝你还是退出吧，退出比输体面。你这又是烧方案，又是五分钟演讲的，印象分和曝光度已经不够了，救不回杰克的。你知道吗？钢铁侠不是每次都能拯救地球，但是他不会服从。你一定签了竞业禁止协议，离职半年，好好享受享受生活，环球旅行一圈。等你回来，我的办公室可以让给你。李老板让你来做说客啊？他不知道我们的见面。嗯，那我懂了。你是想收买我，让我退出，说明你心虚了。收买？你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。王以南想告诉我你的底价，但是我拒绝了。明天我会光明正大的拿下问题。嗯，啊，明天见。在哪儿？刚到酒店。标书还要再改？明早就要开标了，来得及吗？必须改，因为洛家见过王一楠了。他说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但他见过王一楠，王一楠跟了我这么久，知道我出价的套路。需要我怎么做？在现有报价的基础上，再帮我做两份，再帮我做两份报价。更高还是更低？更低。每50万一个区间价。那就是1亿6500万，是你说的牺牲利润吗？保证15%的利润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好，昨晚发你邮箱。周瑞从来不会。我会报上公司没有利润的报价，只要你低过底价，他就会放弃。保卫，保卫，嗯，醒醒，去洗漱一下，弄点东西回来吃。你好，我再把流程在我脑子里面过一过，啊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你开车送我去现场。啊。哎，不跟洛家了。这事过去了。好。如果今天我们赢了，我就实现你后一种希望。真的？哎，不瞒您说，我连削弱部的工位都想好了。你这么无聊的人，那你一定想出来比无聊更无聊的事儿了。我还就喜欢做一些比无聊更无聊的事儿。比如呢？比如分析你的底价。有结果吗？
骆总，像你这样的常胜将军，要是输给我这样一个华北的新人，那脸面上肯定过不去吧？你一直都这么自信吗？我想你已经应该知道我们杰克的报价了吧？这事儿难吗？但我相信骆总，你不会只有一招吧？降价这一招。既然我们彼此都知道了互相的底价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好心态。杜总，请二位去小会议室。我说如果你们接受这个项目，价格、付款条件、到货时间、施工时间、服务方案、人员配比、响应时间，包括维保，你们能给到我什么样的条件？不要保留，随便说。女士先请。好，我先来。杜总，惠康在响应速度和备品库存都是一流的，这也是其他公司不具备和最容易忽视的亮点。这样，我愿意给您提供的是增加一年的维保，然后24小时响应你们的应急事故处理。再一个，增加3名驻场工程师，这些的价值您自然是知道的。那关于维保，你提供的一年是上限吗？以惠康的产品质量，维保一年足够了。杜总，我说句不应该说的话，我相信你应该了解了。业界有个常识，一个项目策划人或者一个项目的主导人，他不是技术出身的话，要么不出错，一旦出错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这个报表，请您检查一下。我话多了。那么，周总，我的最后一个问题。骆总提供的维保方案，你们杰科能够同时提供吗？或者说，骆总，你们惠康能提供杰科提出的施工方案吗？那么价格呢？请二位交出最后一次报价。没有必要背对背报价了，二位竟然又一次给出了同样的价格，那就面对面唱标吧。谁先？这次周总先吧。1,6,600,000。1,6,550,000。1,6,500,000。1,6,400,000。骆总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
恭喜。哼，杰威。低价竞争。彼此彼此。我也没想到你会出到1亿6500万。我是真的佩服你的魄力，你心知肚明，毫无利润，你还要坚持压我一头。你现在可以跟我道歉了。我输了还要道歉？你如果现在跟我道歉的话，我可以考虑接受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哎，你好，乐小姐。嗯，我看您预约了下周日注射第三针黄体酮，如果不连续打呢，会造成经期紊乱，严重的可能会加速卵巢衰老，所以您一定要按时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们周日见。好好，嗯，再见。嗯。周瑞。杜总。投标是技术，招标是艺术。今天你跟骆总的表现也算是在我招标史上留下一笔了。但你说这个骆家真的是这么势在必得吗？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甘心认输？杜总， ONT 这个项目我不认输，骆家这个人我认输。好，这个酒呢是你们陈总送给我的，我呢又不懂酒，放我这儿是浪费了。不，这是我师父送给你的，拿着。女神，求安慰。怎么了？刚说的输了一大单。那几个字到了嘴边，有好几年。人一辈子不可能总赢，也不可能都输。你已经赢得够多了，偶尔输一次，给别人留点机会。到底是为什么，骆总？你是不是也太任性了？骆总，
骆总，你清楚你的报价不是没跟你通，真没法成交价，成交底价一百了，林总签字同意了，别的股东都跟着签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骆总，要不然你还是跟林总谈吧，合同我们部门没办法呀。惠康的所有部门，上到财务、法务、市场，下到保安保洁。 哪一个不是靠我们销售部养着的？我们要是输了，你们哪有合同签，哪有报表做？底价！哼！我告诉你们，我骆家的价，就是惠康的底价。说到底，这公司不是姓骆的吧？等会儿，骆总，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跟别的公司说，什么叫你们？你们是谁啊？你们是谁啊？你们是谁啊？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了？行，走，上面还有领导，不客气。 走走走，走啊！就你们市场部事儿最多。我下楼下坐着。哎，周总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周总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他心情如何？我现在啊，还真的有点怀念魏总了。哎，内部消息啊。 团队要重新划分，怎么选？选哪边？你们啊，早点打主意啊！对不起，周总，我选择了错误。你有什么难的？你那么迷这个周瑞，你肯定选周瑞啊！你不像是肖云，人求稳，估计得选魏总。小叶的更别说了，肯定也是魏总啊。 真的，红包雨，快来快来，群里群里群！哇，这是不要脸！哎，不敢抢呀！赶不赶紧？哎，你们听，抢多少钱？要我就不发红包了。快抢！抢多少钱？赶紧！抢多少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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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接着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吧？输了就有红包抢，抢吧，使劲抢，使劲输。哎，你多少？你多少？我抢了28。进来。哲泽，找我。你的愿望要被迫延迟了。我等，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找我。查一下这个人的地址。好。父亲请罪来了，是吧？我承担后果，我都承担不起。你怎么承担？慧刚触碰了我的底线，他们赢了也相当于输了，亏本的买卖我做不了，公司的现状。我相信魏总比我更清楚。换成是你，换我，这不是轮不到我吗？这种假设我不参与。这个季度回款率历史新低，公司账上现金不多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人员开支都是问题。本来希望都寄托于 OT， 现在。
你们俩说说有什么打算？我刚来北京，魏总先吧。下个季度，我分管的业务部门，业绩先提升20%吧。20%。 林总，您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？晚点再去跟你汇报。赢了怎么还不高兴啊？因为这次跌破了我的底线。但如果不在价格上破釜沉舟，我们一定会输。哎，看看。 我新买的这件联名款呢，怎么样？直播的时候很多人问呢。嗯，挺好的。你说我是该讲还是该发？您随意。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很多部门围攻了？习惯了。 那我就算他中立，毕竟你赢了即可。从长远看，既不损害公司的利益，也符合我的计划。唉，真是阎王好贱，小鬼儿难缠的。老板，你这脸。 阎王好贱，不好过。你这是叫了多大的劲儿啊，才能把鞋跟踩成这样？ 跟我说说吧，你这双巧手是怎么让我的鞋恢复原样的？我们家的鞋都是要空运到原厂去维修的，但你这鞋跟吧早就停产了。但我想着你肯定希望色泽更高度的不变，所以我就跟厂家沟通了。我说我来提供鞋跟，他们来负责重组。可是我那鞋跟已经扔了呀。你这双鞋还在呀？虽然你这半鞋啊是限量款，但中国至少还有200双销量。 我想这万一有人买了没穿过，买个二手什么的，你结果还真让我找着了。一双在南京，一双在香港，都是9.5成新的，正好跟你这匹配度相似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你自己花钱买了一双鞋，就是为了给我配个鞋跟儿？哎呀，你别着急，我这跟卖家商量，能不能以物易物。再怎么地，你是收你自己的钱。我们员工有权限的。 我把优惠券呢给了卖家，卖家能跟我们买鞋，就能把鞋跟给你修了。你说这不一举两得吗？小乐，我能夸你吗？吓我一跳，这事儿我喜欢，大材小用的。真的，我挺喜欢卖鞋的。 那这顿饭我还是得请。真不用，佳姐。我教你件事儿啊，永远都不要对客户说不。你们两个位置换一下。 人信不过了，只能信命了。
今年的会议主要是制定下一季度的销售计划。我先给大伙儿透个信儿啊，魏总已经表示要带领团队为公司提升20%的业绩。周总，你说说你的想法吧。首先跟大家伙儿道个歉 ，ONT 项目没拿下来是我的责任。刚刚接手华北地区的业务，确实没有魏总这么有信心。提升20%，除非算上我华东的业绩。华东你就不要想了。正好你提到这个事情，我在这个例会上宣布一下，公司对你们二位区域划分的决定。董事会基于捷克的现状，基于公司发展的趋势，做以下调整：任命周瑞为北京地区销售总监，直接向我汇报；任命魏岩为华北区除北京地区以外销售总监，向我汇报。团队重组，你们俩自己调配人员名单。一个季度结束，没有达到业绩指标的那组出局，不管是谁。负责人直接领 PIP， 其他区域也一视同仁。伟强，你说一下东北区的情况吧。我们区呢，陈总，要不我等会后单独跟你说吧。好。小叶，哎，你说。好。北京区的业绩乏善可陈啊，北京有那么多的部委，那么多的大型总部，银行、通信、运输，随便一个单子都能顶得上一个省的体量，所以我认为北京还是有很多潜在的机会，新的季度就看我们怎么抓单。但我实话实说啊，咱们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的实力，让我一个季度把北京的业绩提上来，我认为我做不到，我觉得不可能。有可能。我们逐个看。这些是北京大中型客户，我大致算了下，如果能一单一单的做下来，超额完成是有可能的。周瑞，你看到这个名单还觉得那么不现实吗？周瑞，努力吧。好，就这样了，我再宣布下一个任命。看一下这个。嗯，好。你好，陈总，我是杨璐。杨璐，董事会决定从即日起，你负责整个华东地区，向魏总汇报。陈总。现在还有15分钟时间，各部门老大汇报一下未来一年的工作详细进展。汇报的时候有问题的话，说解决方案。这边走楼梯，哎，我这怎么回事？哎。
权，有序离开。哎哎，有序疏散。哎，我请，我请。这他妈谁干的？周总，你一来北京就跟火警干上了，够旺的你。魏总，我是新官上任，还差一把呢。陈总，周总，没有发现迷糊。什么时候能结束？消防员应该还在排查，等他们评估完之后，我们就能重新回到办公室了。机房呢？机房有事吗？没事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方威，行政部的。啊，你去弄点咖啡什么喝的，每人一杯，我请客。哎，好。这谁干的呀？谁跟公司有仇谁干的。不过公司这次裁员也确实得罪不少人，没一把火给楼烧了就不错了。刚才大家集体虐我的时候，只有你没说话，但我感觉你不是没话说。骆总，我要说就说实话，但实话伤人。其实昨天售前、法务、财务他们说的也是实话，我也不在乎上与不上的，你说吧。其实我们技术部不太在乎您的报价是多少，我们只对之后的技术方案负责。周瑞是技术出身，我也是，所以我就特别明白他的意图。说重点。周瑞的方案，那就好比您要盖一个三层楼，他给您挖了一个30层的地基。您挖得越深，投入越大，现在来看太谨小慎微了。但是将来你要加盖10层、20层的时候，您就能明白他的方案未来就省大了。罗总，我们的方案太短视了。要论输赢的话，我们只是赢了一时。哎，刘工，你的实话怎么那么好听呢？我知道了。华东的老巢你是回不去了，北京也不是你说了算了。师傅姜还是老的辣呀，这是让咱俩换身披挂，互相捅刀子。20%的业绩，不是你把这刀子递给他的吗？我们是同门师兄，既然老头要咱俩斗，那就真刀真枪的干，大不了同归于尽，我威严也算对得起他了。行，我接招，你先挑人呗。原有团队包括叶朝东都算我送的。叶朝东？马冬梅。你舍得？北京区他算是把好手，我要是真把精兵强将都带走了，就算赢了业绩也是胜之不武。老大，理解我，之前没跟你商量就答应了，几十口人得吃饭，你也说过华东让我先扛着。周总，陈总让你过去一下，这边。师傅，查出来了，出发火器营的是原来你们技术部的田承洲。公司开了这么多人，只有一个人过来报复，可以了。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？我
既然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损失，将心比心，就不去追究了吧。您觉得呢？郑总，杜总的车。杜总，哎，朱瑞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 ONT 有可能会遇见的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。虽然这次我输了，我希望您引起重视，请务必看一看。看来你还是没死心啊。没签合同嘛，一切都有可能。即便签不成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要不去我家坐坐？为了避嫌，没去公司找您，到这儿找您已经很难。行，我会认真看的。哎，来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餐厅啊，豪华餐厅，自拍一个，看镜头，来，快，看镜头，笑一个。哎呦，这不周总吗？哎，周总，快快快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，来来来，请请请，周总。哎，哎，您这是干嘛呀？我是法斯特未来科技的曹天佑。哦，那天我现场啊，亲眼目睹了您毁方案的壮举，鄙人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。我做梦都想成为您这样的人。哦，那天你也在现场？啊，我在呢。ONT 啊，是高端物流企业，为了能进去旁听啊，我托了点关系，见贤思齐嘛。哎，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来来来，这什么鬼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郑总，您坐这儿。来。哦，这儿就行，这儿就行啊。好，行，听您的。小叶啊，你们周总啊，真豪杰。哎，来，给我。来，宝贝儿，好，没事啊，宝贝儿。你看，哎，这只偏远山区的清远鸡，只有这三天是最佳口感鸡。嗯，不柴不腻，吃起来啊皮滑肉嫩，多一天肉就老了。嗯嗯，这只鸡哎，从广东清远的山区来到您的面前，您才用了几天？不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吧？三天。来，小叶拿着。哎哎哎，就三天。正是因为有了我们法斯特未来科技，就是那个法斯特的谐音。佳姐，坐。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佳姐，我可以随时上班啦。你不介意从我的助理做起吧？我求之不得呢，怎么会介意？工资可没你想象的高啊！说句不好听的，这哪有要饭的？海鲜饭馊啊！进。陆总，您让准备的录音笔我拿过来了。嗯。带他去人事部办理入职手续吧。好的，跟我来吧。好。走了，小乐，怎么了，佳姐？以后当着别人的面儿叫我陆总。陆总，喂，杜总，请指示。现在让 ONT 项目组各部门老大都过来。啊？开个会需要那么多人吗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之前标书里的只是提出了我们的要求，但是当局者迷，有一些问题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。这里边呢，是一些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有技术方面的、售后方面的、模拟事故处理等等。啊，午饭前我会来收卷子，然后请大家在食堂用餐。写也可以，录音也可以的。周瑞的方案，现在来看太谨小慎微了。
但是将来你要加盖10层、20层的时候，您就能明白他的方案未来就省大了。罗总，我们的方案太短视了。这谁出的题啊？那么这次我考试交了白卷，是因为我看到了卷子背后的东西。您心里的标准答案可能只有两个字：合作。满分。其实即便您不这么说吧，我也想找您谈谈这个事儿了。我们呢想到一起去了，请甲方走技术变更流程吧。那你心里一定有一个预想的份额吧？我听听。一切都是为了客户。我们愿意拿出10%的份额给杰科，也是为了客户，是为了客户的系统具有更大的可扩充性。从生意角度上来说，杜总，我们惠康这次可是吃了眼前亏。以往在销售界合作的案例也不少，你怎么就能确定周瑞会同意啊？为了10%的份额，来成全你惠康的大度？您说实话吧，这次的合作，在您心里的意向真的有那么强烈吗？我当然是乐观其成了，但是我不太确定你们林总能否答应。领导也需要管理预期。30%。杜总，甲方这样可太欺负人了。30%不可能。10%太少了。30%我真做不到。行，那这样吧，我们都回去商量一下。签合同之前，我把结果告诉你，可以就合作。我等您消息。机会只有一次。没问题。